闽南话败露应该安怎讲安怎写别空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事情败露，东窗事发。例：伊食钱的代志去碰啊。他贪污的事败露了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